想点一个红烧蹄膀。黄老师，哎，红烧蹄膀，谁？红烧谁？红不是不是，他点红烧蹄膀。红烧蹄膀啊，还有呢？盐都咸。这稍等啊，黄老师，哎，盐都咸。盐都鲜有笋，我这块咸肉不行，还得买一块咸肉。可以，你们几个人啊？我们七个啊，六个，六个人啊？我们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男团，一个男团，男团，哇，男团，六个人男团。对对，你们多一点。我据我所知，没有六个人的X 九。我们 X， 你们是属于那种长得好看的男团吗？那当然了，你听我们的嗓音，你听不出来吗？颜值高的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坐在车里都不敢互相看，怕刺痛对方的眼睛。哎，刚才那个说坐在车里不敢互相看的那个声音，我好像很熟悉。谁呀？是司机。是司机啊！哦哦哦哦哦，好吧好吧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到啊？我们很快就到。好，等着你们。男团。哎，我跟你俩说一下。去。哎，他们是哎。男团啊。男团。山上的朋友们，村里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你们好。嗨，大家好。他们仨打扮的还真像进村的样子。阿笋和弄荠菜，笋多外着回来。除了今晚上吃的，剩下咱们再做点笋干，那是我们自己做的笋干。我们本来可以换钱的，你可以带着走。好好好，带着回去。你去挖笋，你去采荠菜。何老师接着说。还有呢，我们还要出去 shopping 购物。哦， shopping 就是要把那个蹄膀啊什么买回来。这个得我去，因为做饭是我做。不对吧，黄老师，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对不对的。这个我也可以，我找一个饭店，我点一个。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听着。讨价还价这事儿得有一些社会的，对，咱俩去。行。何老师也没有想到把自己晾这儿。一般来说，跟黄老师购物一般都是我的事儿。行，咱们三个都悄悄回去，别声张。小石啊，从这边上啊。歇着呢，歇着玩狗。进去吧。哎，当然。可能短时间内出不了门，他们。趁他不注意，好，现在可以进。这儿来，这儿来，上。这还有观察哨，你看啊，现在你看他们得在这喝多长时间茶，你看观察一下。你咬碎了，别打架。哎，你也给他们打个电话，何老师。这也废了，给他玩玩。不是，他在山里那么忙。黄老师。干嘛呢？何老师啊，我们现在要去挖芥菜了，就正要出发了。嗯。哦，那你催催他们，让别玩了，好吧？不玩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好嘞。跟那个鹏鹏说别逗狗了。鹏鹏别逗狗了，何老师说别逗狗了，何老师盯着你了。好好好，走吧，走。让那个 Henry 别在地上坐着，站起来。站起来，别在地上坐着了，何老师说的。他们怎么知道？那谁知道呢？走吧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地上坐着？得当哥哥的。有人监视我们。